中央提出振兴三批欠，文化部有二方欠，好比被宣布推出，到上年北部跟云嘅浪漫合作已有欠，对青年什么建议？韩国民生嘅建议，本两批开放民众申请，韩白什么意思？也给天子剽窃，就做得起至少四千家嘅合作指定嘅店家去搞管，来带动认真疫情应用嘅合作生涯。所以用手机，今年还会推出改官方赖账号，青年使用会时，分组量改团登记，用抽签嘅方式来领，把中一百元嘅票钱，至少得去下做消费。你爱摆你有信心讲，你个使用率哈，一个哈做得超过，果因为你摆有搭配哈，三倍券、农油券哈，来你下装使用哈，所以其实有更多的优惠之下，啊，我们希望。有更加合作的朋友哈，来印尼客家庄哈，好搞好料。今年十五到十九先开放65岁以上嘅民众申请，然后武汉呢停手登记，而排最多做得老两三年退申请，到了今年20年到26就会开放天然阶段。本日办民众申请使用时间从8年初日起时到今年年底。20号的时间，你出出来以后呢，就会发送到简讯，新人嘅手机诶。本地讲唔出道咧，啊，你冇出道冇关系，天意集团哈，你是要开始行去这个哈，米沙经营哈，行去做到了登记，哎。哈维费主委用充值用模拟的方式去在部落的老料是客家美食，没损失老店呢韩国民众少个旅游钱，也摆参加的店呢总共结合70张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，有4000人间浪漫合作有具体店来参加，也查没动期待。哈维费的哈有判的阿讲个振兴那个旅游券的个方案来讲的话，嘿，我从希望做对来带动。带动印尼国内的一个观光消费。三星的这些就是首张动作，就是有下项项目全部大家咪唔敢落店都消费。然后到咧青年来政府推咧三倍健康个咧哈可爱浪漫客旅游客装的券，我都期待就是话对我都咧都楼界的商店的动态蹦出啦。一排嘅浪漫黑棕旅游券，总共编了1.3年至两个预算，两个团登记为高发14万份，总共28万份嘅票券，提供登记人数超过万算，还会费每位做评估落挑战，本黑棕嘅观光产业实际达到正向效果。下个新闻，范少妮签名日台北报道。